疫情发生以来，全国各地多省市派出医疗队来到西藏，带来精湛医疗技术的同时，也把祖国各地对西藏的关心和厚爱带到了高原。今天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拉萨市经开区二号方舱，认识来自三湘大地的援藏医疗队。你的手抓着你的帽子，蹲下来一点，再往后面捡帽子。经开区二号方舱里，湖南省援藏医疗队队员正在给志愿者进行培训，指导他们正确穿脱防护服，杜绝感染风险。每一个入舱的志愿者，我们从他的穿脱隔离衣、防护服，每一层手套应该怎么戴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面屏应该怎么戴，规范的七步洗手法，我们都做了严格的培训，一定要确保他的考核是合格的才能够入舱。用严格严谨的态度合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自8月25号抵达拉萨以来，296名湖南省援藏医疗队队员便迅速进入战斗状态，持续优化完善各项工作流程，从人员培训到院感防控等全方面着手，发挥所长，助力我区做好疫情防控、医疗救治各项工作。狠抓清洁人员的管理是分通道管理，每天我们的仓储至少保证6次有这个空气的消杀，确保整个仓储空气的流通。为更好服务患者，医疗队还制定完善了舱内护理规章制度，并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及时克服语言沟通障碍，确保每一位患者护理到位、治疗到位。过程中也与志愿者、患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我们在三川医院分了3个病区，主要承担夜班采核酸，白天的话就是护理和治疗发药。我们这里的志愿者是非常棒的，他也给我们进行那个翻译撰文，有效的进行语言的一个沟通交流。我来方舱已经10多天了，湖南医疗队不仅对我们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帮助我们，心理方面也给我们很大的疏导，然后我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们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为将党建引领融入医疗救治全过程，湖南省援藏医疗队还成立了多个临时党支部，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。我们成立了19个党支部，将支部建立到每一个入舱的这个小分队里面，医疗队、护理队、院感队、后勤队、核酸检测队伍，每一个队伍都是由党员来起到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发挥了这个党建引领的一个作用。296名队员中，有不少人参加过其他省市的抗疫支援工作，他们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、丰富的实战经验，助力支援我区疫情防控工作。目前，经开区二号方舱的各项工作进入高效有序的运行模式，在援藏医疗队的精心医治下，一批批患者正陆续治愈出舱。我们湖南抗疫医疗援藏队一定会充分发挥老西藏的精神，全力以赴做好抗疫的全面工作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。我们将和西藏的各族人民共同努力，一起谱写各族人民团结的抗疫的战歌。